这是老妈自己晒的菜干。今天我们用菜干来蒸个肉饼吃。菜干先提前一天浸泡，再把它洗干净。再把洗干净的菜干切细备用。老妈晒的这个菜干很脆。来拍个蒜头，再切点葱花备用。配料切好，现在把菜干炒香，蒜头、菜干，加一点蚝油，少许酱油，再加几颗白糖，炒香后捞出备用。香，菜干炒好，热水来调点味，蚝油、鱼露。胡椒粉，几滴香油，再来打个乌鸡蛋，手动的绞肉机打均匀，再来加一点生粉，把肉浆拍打几下，再来加入菜干，留一点菜干摆在盘子上，铺在盘子上，把剩下的菜干放上去。水开，上锅蒸，蒸15分钟，时间到，开锅，撒上一点葱花，淋上热油，再倒一点蒸鱼豉油，开饭，简单又美味的下饭菜，菜瓜蒸肋饼。非常的鲜香下饭。